叔叔说过，客人来了一定要好酒相迎。若真是客人就好了，恐怕是来者不善呢。区区天魔教而已，叫孙浩然去超市他们好了。我兄弟快回来了，我得去万仁峰把上次埋下去冰镇的好酒给挖出来，交给孙叔叔也好。我刚替他做了一把新刀，正好试试够不够快。是刀？为什么？天山魔教不是我们的故乡吗？ 故乡来的人不应该都是朋友和亲人吗？这个故乡已经不是你当年的故乡，这个魔教也已经不是当年的魔教了。这件事啊，很复杂。可是，哎，你回来了！哎，陆叔叔，你别跑啊！这是怎么了？天魔教？哎，我和你说吧。 南七北冷是什么？我亲叔的女儿就是冷君仪。
我其叔是冷家最有才华的人，我从小看着丁玲玲长大。好，什么都好。 既然回来了，怎么不来看看我？阿蛮长老，可不能随随便便把阿暖交给别人。 拜见大公主，陆掌门，弟子想死你了。我也想你呀。九华之事我已经听说，居然连燕南飞出手也无法阻止孔雀翎突破被夺，这血衣楼来头不小啊。燕大侠还说了什么？天上白玉京？青龙会？青龙会？是什么？稍等片刻，等一下我与你细说。嗯，谢掌门。天魔教一事。 你打算怎么办？傅红雪回家的日子快到了，这才是正事。至于天魔教，就交给随便谁去处理呗。先看看他们究竟作何打算吧。若是光明正大来找我，大可以尊为上宾。这般鬼鬼祟祟的话，哼。陆叔叔，公主奶奶，我问金爷爷要倒一坛好酒。 你说他们会不会喝不惯中原的酒啊？你大公主，让阿暖见见他们，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你可想好了？大公主放心，阿暖已经这么大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况且，你也会帮阿暖的，对吧？弟子愿协助调查天魔教一事。你们说什么调查不调查的？天魔教可是我和公主奶奶家乡的人呢，而且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见到除了神道堂之外的天魔教的人。 好想听他们说说家乡的事儿啊！不要在意那些细节。青龙会最初并不是一个冷酷嗜杀，干炒、油炸、盐团、醋浸都是一样的好吃。大悲赋本是我天山魔教的不传之秘。 教你一招打坐行功。
柔柔谁可伤，暖暖内含光。天底下最厉害的侠客，一定是我陆少叔叔。我还有事要找阿蒙姑姑，你先去四海殿与冷冷碰头吧。